大侄女儿，你是英国公家的独生女，你怎么会理解我这个做后母的难处？她若是敢来惹我，定要啐她一礼。显然是家里招待不周，下人们伺候的不好。张大娘子，您多担待，不用在这给我陪笑脸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庶女出身。 命好，攀了高枝，做了侯爵娘子，却在这里欺上瞒下，横行霸道，忤逆不孝，欺辱婆母。你们当全天下都下了不成？嫂子，你怕是吃醉了吧？大娘子，请大娘子到房里去吃茶。大娘子，您请坐。我头疼，躺在床上懒得起来，原以为。 你是来看笑话的，所以不想见你。如今身边的妈妈说你是明白我的，明不明白又是没用的。大娘子，还是身子要紧，不是我能选。我也不想像一个物件一样，嫁到这家来。无论是男女，要想活着好，无非是一命、二运、三本事。 只要三者能占其二，便可一生胜遂。大娘子，你从小是生在英国公府这种极顶盛世下，已经算是一等一的投胎了。大娘子，你是金樽玉桂，为什么非要委顿在这屋里空看流云落花呢？妹妹，你瞧着比我还小几岁，可见事比我明白多了。 妈，你说你那些话，全都不是真的。管天管地都管不住人家的嘴。有道是，日久见人心。盛小六，你个泼皮，就打个球而已嘛，别生气啊，还小。喂，灯还没开，彩头都还没定呢。 你们夫妻二人欺负我家娘子一个，是欺负我家没人了吗？你们夫妻对战？我可是英国固侯两兄的人，将军可敢一战？夫人，你可有心之一战？既到此处，不战何为？ 将军，这可真是一杆好枪啊！我竟不知娘子马圈打得这样好。我的事儿，将军不知道的多了。前几日张大娘子来看我，舒国舅爷与他多说并说。 两人相谈甚欢呢。瞧，这是人家院子，最近是安稳多了。我妹妹将军府里头来人说，张大娘子临盆难产，想要见我。哎呦！啊，菩萨真人，你速来同他要好，快去看看吧，这可是妇人的鬼门关呐。 本婆被了吗？郎中呢？本婆起早了，两个郎中就请了太医院专看妇人的赵先生。您慢点。忍一忍。怎么样？你替我撑着吧，不能叫我爹娘们。他们当年得子身亡，年纪大了，他们撑不住。你替我撑着吧。 别怕，别怕，生孩子都要经历这一遭，你去外边给你吃药着，你就好好听稳婆的啊！哎，叫郎中来回话。赵太医，赵太医被周少南的人给扣过去了，什么？什么叫扣了去了？ 大娘子，大娘子，大娘子。
宗远，宗远，哎，来人，来人，你还敢来？拦住，拦住！你们好歹宗远，你敢在京剧府里面抽烟子？啊，你不想活了是吧？啊，我够了是吧？哎，哎，你别动。赵太医，他们把赵太医往后院喝茶，都去赶到时候，太医急得直跺脚。大娘子要生了吧？是，太医，什么大人，带走为上。好，好。哎呀，爹，啊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！我孩子时候就见过这招了，但我不是孩子了。瞧着孩子啊，我心里能安定些。当日若没有你在沈家替我一力支撑，他恐怕都见不着今日的太阳，日后他要拜你做干娘才是。哎，不论怎样，我都一定要保你和孩子平安。将军有没有？他倒是日日都来，只是我不想见他。就连太后大娘能待我，都比他好些。太后，太后不仅亲自来看了我，还狠狠责罚了小邹氏，听说打了几十个嘴巴，脸都破了。可将军倒是把他娇养起来，请无数郎中去看。臣妾所言，怕是冒犯天家。叫你留下，就是让你说话。说吧。三国时期，曹操下令，若有军士跃马良田者，皆斩首。曹操自己的马匹收军，冲往麦田，虽主簿不敢刑罚曹操，可曹操依旧割发代首，自作处罚，方有从者如云。前朝郭子仪之子郭艾娶了公主，婚后争吵，大骂公主以下犯上，何等大罪。公主回宫告状，唐代宗怒斥女儿仗势欺人，直言郭子仪可做皇帝，方有郭家死心塌地。明白。去把我那顶落大珠的凤冠拿过来。娘娘，送去英国公府郑家，告诉他们沈家抬举小邹氏不是我的过错，曹操割发代首，请他们收下宝珠，便当是我赔罪。这邹氏恃宠而骄，以下犯上，太后懿旨，掌嘴五十，使得敕封，幽闭陋室，不许侍奉。我想能活下去。姐夫，你不管我。掌嘴，有劲。姐夫，女儿啊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们就去禀明官家。都这样了，没有回头路，孩子都等好了，唱戏的角儿怎么能不登场？爹娘养我一番，难道我就不敢杀出去，另谋一番天地吗？